辅助线造辅助图形已完成证明。这个题目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见过哦。这是三个正方形排在一起，哦，这三个正方形，那求证这个角一加角二加角三，刚好是个90度，哦，角一、角二、角三和是90度，哦，这题稍微难一点哦。有好几种不同的阵法，大家可以想想看它的辅助线。比较难的题目就会出现比较不同的阵法，或者有不同的证明的方法。这题比较难哦。那因为角一明显是45度嘛。所以就是证明角二加角三是45度。好，我们公布辅助线喽。如果想多自己思考思考，可以暂停啦。好，是这样子的。角一明显是45，所以说证角二加角三是45度嘛。啊，那我们可以照。直角三角形跟相似三角形，我们有延长 AC，这样画出来，把 AC 画出来，然后由一向这条 AC 的沿线做垂线，这边就会形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了，这样画出来，然后一再对 AC 沿线做垂线，啊，这样就会制造直角三角形跟相似三角形，就可以得证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它的推理过程。嗯，这边又列几种不同的阵法了，啊，令阵、令阵啊。那我这边介绍是这种阵法，当初自己想出来的，把 AC 画出来，然后一对它做垂线。那我们公布证明过程喽，哦。怎么看到图是这样？有时候符号会有点不一样了啊，就是这两页，下面延长 AC，然后做 FI 垂直 AC，这样垂，做个垂直，啊，那先这边形成了 CIF 等腰直角三角形，啊，我这边还有解释说这些辅助线是辅助图形的什么部分。各位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就是什么 CIF 啊，是这些辅助图形的某部分嘛。那现在我们要证明 AIF 相似于 AHG，就会成功了啊。那因为这个这边有很多等腰直角三角形嘛，AC 是。根号二倍的 CD，也就是根号二倍的 CF，就是正方形啊。AC 是根号二倍的 CF，那 CF 又是根号二倍的 FI，对吧？因为都是45、45、90啊。CF 又是根号二倍的 FI，所以 AC 呢就是两倍的 FI，AC 是两倍的 FI 啊，所以 AI 呢？就是三倍的 FI，AI 是三倍的 FI，这边是个45、45、90嘛，CIF 等腰直角三角形。好，现在看相似三角形，AIF 这是个直角三角形，跟 AHG 角 I 角 H 90度嘛，然后 AI 比 IF 刚刚说明了3:1。那 AH 比 HG 是不是3:1？很明显啊，3:1哦，所以就是 SAS 的相似哦，夹等角的两边成比例嘛，所以 AIF 就相似于 AHG，这两个相似了啊。那刚刚要证明这个角三，角三内错角换来这边，换来 GIH。那 GIH 就是 IAF 啊，
所以脚三换过来这边啊，脚三从脚三换过来这里，再向上也换过来这里，啊，那这边是不是三角形 ACB 这个角一刚好就是外角，角二加角三啊，角二加角三就是角一，也就是45度啊，那角一本身也是45度，所以这三个角加起来就是90度了，哦，这是有点难度的题目了，啊。它有好几种辅助线的做法，这边主要制造了等腰直角三角形 CIF 跟直角三角形 AIF，啊，制造了两个直角三角形，这是个蛮不错的题目哦，啊，蛮有思考性的。好，谢谢各位。